来自民间的示威者，今天我们决定进占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由六月起，香港人进行多次的示威活动，当中更加包括200万的游行，更加有三个的年轻人为了今次的反送中活动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恳请政府可以收回条例，撤回恶法。然而政府置若罔闻，不理民情，警示香港的民众我们的民意于不顾，甚至与民为敌。现在的特区政府已经不是香港人所愿意去所承认，立法会选举制度更加没办法去表达民意，尤其功能组别更加甚，沦为政治工具。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各种的不合作运动、占领运动，来自今天的立法会占领运动。我们占领者现在在政府的立法会正式去宣读我们五大的要求。第一，彻底撤回条例；第二，收回暴动定义；第三，撤销对今日、今后和之前所有反送中抗争者的控罪；第四，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滥用暴力的行为，设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最后，我们觉得问题的根源是我们香港仍然没有全面的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的全面普选，所以我们要求2020年立法会的选举是需要有全民的普选的。反送中运动发展至今，有三个年轻人为此殉道，我们仍然是很心系这个我们的家园，我们付出我们的肉体，其实都是想守护我们这个家。我们不愿意有再有一个的抗争者为香港的民主、为自由再添亡魂。希望大众社会可以团结一致，对抗恶法、对抗暴政，共同守护香港。